作者烟花惹笑，演播一刀苏苏，一种侃侃，后期制作千雪。第1468集，凤九儿听见剑一的话，眼泪还是止不住，但只是一会儿，抽泣声渐渐变成了笑声。剑一真的醒来了，我成功了，我将他从死神手里救回来了。小樱桃进门的时候，剑一坐起，轻揉着凤九儿脑袋，砰的一声，小樱桃手中托盘掉落在地上。剑一，九儿，剑一醒了。昨晚凤九儿告诉他，要是这两天剑一还醒不过来，他可能这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。小樱桃很伤心，昨夜一整晚睡不着，今天一大早起床，亲自给凤九儿炖了汤。剑一真的醒了，惊愣一阵，小樱桃终于反应过来，他顾不上打碎的碗，连忙跑过去。剑一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吓死我们了，九儿为了你好几天就这么趴着，他担心少看你一眼你就不要我们了。千一，你说你是不是很坏，让九儿担心了这么久。小樱桃过去挽着凤九儿手臂，凤九儿趴在那里哭得很伤心的样子，连身子都有点颤抖。小樱桃也伤心，但这时他也高兴，却不想坐起的人脸上是沾了泪水，他却在笑。跪在床边的凤九儿抱着过来的小樱桃，紧紧地抱着。小樱桃，我们成功了，我就说嘛，剑一不会不要我们的。凤九儿真的太高兴了，小樱桃心疼地回抱着他，轻轻拍着他的背。这几天凤九儿是怎么过来的，他最清楚了。凤九儿对剑一的感情，小樱桃也清楚，所以此刻他们的九儿心情如何，小樱桃知道，也感同身受。九儿，恭喜你，你成功了，他哑声说道。剑一坐在床上，看着相拥在一起的两人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之前他眼底那道浑浊之气都消失不见了，此刻剑一大侠的眸子恢复了往日的纯净。小樱桃扶着九儿站起，九儿趴在那儿那么长时间，双脚早就麻木了。相拥的两人互视一眼，笑了一笑，同时侧头看着剑一。剑一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凤九儿放开小樱桃，在床边坐下。剑一看着他，摇摇头。九儿，我没事。他握上他的双手，一瞬不瞬地看着他。凤九儿低头，看了握着自己的大掌一眼，月眉一蹙，抬眸。剑一却腾出一只手，给他擦眼泪。九儿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凤九儿抿抿唇，抽回他的手，轻声道，别说这些话。他拾起剑一的掌，长指落在他脉门上，以后别再叫我娘子就好，让人听见了，我看你还怎么找娘子。九儿不就是我的娘子吗？剑一皱皱眉，凤九儿抬眸定眼看着他。剑一，我不是你娘子，你是装的，是不是？剑一对上他的目光，微微勾唇，最终他点点头。被你发现了。凤九儿这下完完全全放心了，他再看了他一眼，低头开始给他把脉。人家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你却是大难不死还学会说谎了。剑一大侠，你可别玷污了自己在我们心中的形象。九儿，要是剑一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现在去准备吃的。小樱桃一脸愉悦地站在一旁，你这几天都没吃什么，可以好好吃一顿了。嗯，好。小樱桃一脸愉悦，他看了剑一一眼，问道，剑一能吃什么？我一起带过来。我能吃的他都能吃。好。小樱桃含笑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小樱桃离开之后，凤九儿开始给剑一做检查。剑一极少说话，凤九儿让他躺他就躺，让他坐他就坐，让他站他就站，他除了某些时候，平常都比较乖巧。凤九儿看着这个家伙，除了身体有点虚弱之外，也没什么异常，狠狠松了一口气。
起来。他收拾好针包，过去将剑一的靴子拿了过来。没什么大碍了，自己去洗漱吧。你饿了好几天了，一下子不能吃太多，慢慢的加大食量，营养肯定能跟上。剑一坐起，弯腰将靴子套上。凤九儿站起之时，他突然伸出长臂将他搂入怀中。脑袋有些晕眩的凤九儿一脸惊愣的抬眸看着抱着他的男子。男子的气息很好闻，凤九儿一点都不讨厌，但男女有别，这不是他讨厌不讨厌的问题。整整七天，凤九儿没日没夜照顾剑一，吃不下睡不着。剑一瘦了，他也整整瘦了一圈。凤九儿还觉得他低血糖的情况有些严重了，他想着等会儿让乔木给他准备一点燕窝补补，没想到会遇上大侠耍流氓的事情。剑一，他伸手抵着他的胸膛，一放开我，你是不是真的脑子有毛病了？现在的剑一肯定不会这么做。九儿，我脑子确实有毛病。剑一垂眸看着怀中女子，这女孩不管过去多久，依旧和自己刚认识她的时候一样，善良、纯真、努力。剑一脑海中出现一幕幕和她有关的画面，就连他们第一次见面的事情，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当时她受了重伤，她和她萍水相逢，她却一整晚的去照顾她。这些天，她也是没日没夜的在照顾自己，她是感受到的，却无法醒来。剑一，凤九儿真觉得剑一是不是坏脑子了？这家伙是发烧几回？是烧坏了吗？他用力一推，居然还推不开。剑一，再不放手，我生气了。我可是有夫君的人，要是被九皇叔看着我们这样，他会不会被气死啊？九皇叔本来就忌惮剑一，这一次他愿意尊重他，让他留下来照顾剑一。他早觉得对九皇叔不公平了。剑一，凤九儿握着拳放在剑一眼前，再不放，这砂锅大的拳头就会落在你的得天独厚的俊脸上。剑一微微勾唇，放开他的腰，却双手握着他的小拳头。九儿，剑一，凤九儿用力抽回他的手。剑一的话被打断，也不生气，还微微勾了勾唇。九儿，这几天你辛苦了，谢谢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请关注一刀苏苏的圈圈，有更多福利等你来拿哦。